圣节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就站上 MC 呢？啊，这是还是站 MC 呢？我想说，这边施工队的叔叔下周来看我们公演哈。哎，那个观影角度还挺好的。山顶上的。我最有感觉的一个万圣节，就是能跟我们剧组的小伙伴一起，就真的很幸福。希望以后就各个节日我们都能在一起，然后也要和大家一起度过。那我们再带来一首歌曲《新航路》。Yeah.
觉，就是像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喜欢我们 Team G2 啊。嗯，就这次路演感觉和上次还是蛮不一样的。谢谢队长。感觉就是晚上，然后又是万圣节，就很有氛围。就是你们没有 cosplay， 下次 cosplay。对，这不是人均参与的吗？为什么大家不和我们一起呢？没事，让他们明年带着那个刀，那个什么镰刀，镰刀来看我们。镰刀，我告诉你们，是我们队友。什么？你是谁呀、啊？真的吗？那知道是谁？我们猜一下，那 cos 的是什么？有童年吗？你们？猫和老鼠。猫和老鼠。对。那个新的猫还是要一直看。猫。这样说，其实今天王莹也来到了现场。穿衣在这儿呢，他 cos 隐形人，对，他 cos 的隐形人。我以为你要说这个灯是他，我说他矮也不至于这么矮，也不是什么矮，不可能攻击我，你想不会，我说这么紧张的，等一下啊，来，你们再看吧，这个这女人，上面来，再来一下，给他算一账。刚就是无所畏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特别环节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接下来还会回到剧场继续演出，大家都来看。